再 A 一下，这就是三等斩杀。打的呀！哎呦，后背力啊！这峡谷莫扎特，拽什么拽啊？拽什么拽？够不够快？够不够快？季节大绝，免疫控制大绝。但又是李信，你不要再救他了，神。感觉他是直接交闪，差点刷了好像。噔噔噔噔噔噔，他点刷的、欸。开局老鼠两两个头。惊雷撼动着世界的根基。干嘛打得回来啊？不要这么急，行不？你杀不死风暴。感觉我应该学 W 的意思。如果要这样玩的话，学错了。没骨甲。趁等于我的咆哮吧！再 A 一下，死去，这就是三等斩杀。你的拉扯的机制，滋养着土地。莉莉亚在下，看你。凡人的造物必将磨灭。再见，还交闪，交起来没有用，直接鬼步追到你 A， 就是一套。他不早点交闪，他就死了，所以一套不解释连招 ，Q 一接大必中，应该也可以再拿一层，拿完一层我们再走，拿走 ，OK， 插一个防守眼，回家。真的，他对面都往下路打，他们都不往上打，不打野，真的打野，咬掉可以吗？收掉，有办法吗？哇，他被惊人，我将要咆哮，世界安静，必将如此。死去，谢谢你。根本就一个要求直接点，要确定了，我还在死。你要
确定的，我还在吸。动了，给他推呗，他要推就给他推。穷人替人类开口，蛮王才会给出回答。重置 Q。我去，还怎么把我风筝死了？哇，好不爽哦 ！W， 你 W 呢？你为什么？哎呦，好丑哦！等不行了，我觉得我的队友是属实真的菜，没一个能打的，很难吸啊！这把我可以，但很难吸。大猎局，下路必爆。下路一定必爆，那跟前面拿两颗头不拿两颗头没有关系，完全没有任何关系。哎呀，有缓道，有缓道，可以可以。他应该有缓刀，应该死了。有缓刀，接 W。你怎么这么恶心？哎，好该了。哎呦，好大劫，好 W， 我很该。可以。W 吗？这 W 一可以刮。我点燃都把他烫死了都，干什么？是谁的心在召唤？他好像跑不了哎，没事啊，让他死。一切都将毁灭。我依然尝得到他们咸酸的味道，我整理好兵器了。原本针对老鼠打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啊，我防御装快起来了，力量快站不起来了。可以吧？用鲜血与骸骨铺就我的道路。黑豹将吞噬。我去，他要睡了，不要！我去！啊，不行嘞，这队友真的不行嘞，感觉我的。哎，有没有打算？我感觉我的 ADC 跟辅助差好多啊，还有中路啊，差好多、哦，好大。0-7的星级的上路，我可以赢游戏，我5-5不行，不能赢。神是不会死的。这星级的啥事也没做也没干，就可以赢游戏。麻烦，真是麻烦，麻烦的。就是这是真的特别菜，你看两个下路死11次，共死22次，
招。带怎么搞啊？完全没伤害，对了，完全是零。烂打，老恶心的这些人，你匹配到四个老汉，下路总共十二次，各死十二次，没事，各死11次啊，12次，两个加起来是24次，中路死10次，打野死11次。